吴二哥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把我去桂花家的事告诉西门庆了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他死了。死了？是你哥哥杀的。你怎么知道是我哥杀了他？你为什么要一次次的冤枉他？我哪一次也没有冤枉他，秦克商也是他杀的。我哥哥怎么得罪你了？我真没想到他竟然混蛋到如此的残忍。武松，你先消消气，我知道那秦克商有恩于你，抓不到凶手你心里过意不去，可是你也不能无中生有，怀疑西门庆啊。我有证据，西门庆就是杀人凶犯。你说的证人死了，物证没了，你怎么证明西门庆就是凶犯呢？这是明摆着的事儿，他杀人灭口。谁能证明西门庆杀的人呢？桂花是他杀还是自杀还很难说呢。他不可能自杀，昨天晚上他还说来作证呢。你有人证吗？谁又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话？我可以拿我的性命来作证。武松，你来衙门也有些日子了，衙门的事儿你也该明白了，只是信誓旦旦没有证据是判不了罪的。我可以找到证据。好，我给你五天时间，给你十天时间，找不到怎么办？我督头不干了，听候大人发落。好，我就给你这个发落的机会。哥，你说实话，桂花是不是你杀的？哥对你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。那吴二哥为什么要怀疑你？我看他是官迷心窍。吴二哥不是那种人。那你说为什么？我们对他可以说是肝胆相照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？算我瞎了眼，交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朋友。你干什么去？找武松。武松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是西门庆让你来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我要你说个明白，为什么要陷害我哥哥？你知道桂花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他是秦克商在阳谷养的外室，后来被你哥哥占有了，秦克商才跟西门庆结下了仇。桂花的手里有他们结仇的证据，所以西门庆才杀人灭口。你这是听谁说的？桂花。人死不能对证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如来，凭咱们俩的关系，我有必要编瞎话陷害你哥哥吗？西门先生，你看你送这么多银子，本县怎敢收啊？大人，这银子不是送给您的，是孝敬大人的父母的。使大人远离故土，给阳谷百姓带来一方安乐，而大人您呢，却不能守在父母身旁尽儿女孝道。阳谷百姓于心不忍，西门是代阳谷百姓送上这点银两，是为了让大人安心留在阳谷，为阳谷百姓操尽心血。西门先生如此之说，本县也难以有推脱之词。这些银两本县只好代父母大人收下了，请坐。啊，大人，阳谷离大人的故里东京汴梁遥遥千里，难免不遇贼人出没，
大人要派得力的衙役护送才是啊。本县明白，本县不会让西门先生的一片苦心落入贼人之手。啊，不知大人要派何人护送？那当然是打虎英雄武松了。哎呀，武都头出马当然是万无一失啊。哎，只是我听说他最近出外办案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他那是赌气，说是去找李武。五湖四海的上哪儿去找啊？我给他10天的时间，还有3-5天就回来了。啊、哦、这就好。哎呦，兄弟回来了，快屋里坐。不了哥哥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此家兄弟家门都不进，乡里面会怎么说呀？快快坐。倒杯茶，客气啥呀？剑儿，武松回来了。哥哥，别叫嫂子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哎呀，哪能呢？先跟你嫂子见一面啊。金莲，武松回来了。金莲，别喊了，我都听见了。叔叔，才走几天呢，就把嫂子当外人了。嫂嫂可好？只要叔叔不怨恨，嫂嫂比什么都好。看你说的，自家兄弟怎么会怨恨呢？是吧，兄弟？是。他要是不怨恨，怎么一打搬走就再没回来过？你嫂嫂这人呐、啊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你走了以后啊，他天天念叨你。我以后常回家看看就是了。这就对了，嫂嫂不会说话，当叔叔的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你们坐着，嫂嫂去给你们弄菜。嫂嫂别忙了，我还得到衙门去交差呢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兄弟，有话就快说吧。衙门的都头我不做了。兄弟干得好好的，怎么不干了？武松无能，期限到了我没能抓到逃犯，知县大人不会让我再做下去了。你好好跟知县大人说说，再宽限宽限。没有用，他不会答应。不干也好，叔叔搬回家来住，和你哥哥一起做生意，咱们呢也会过得一样好的。大人，你还是把武松这都头给撤了吧。武松啊，你还真当真了？这样的无头案子各县都有。我明明知道他就是杀人凶手，可我找不到证据，我心里窝火。即使你怀疑的对，那西门庆也不会亲自下手，你还是办不了他。我一定要抓到他。武松，我没有看错你，有那么一股子劲儿，不过在衙门里做事得有章有弛，没有必要把弦儿绷得那么紧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笔银子是多年的积蓄，一直想送回东京老家去，请你帮个忙，把这些银子押送到东京去，就算你去散散心，怎么样？那案子呢？等你回来有个蛛丝马迹再说吧。好，我去。你终于来了，坐吧。别这么看着我，不是我干的，是你在幕后指使的。
你没有证据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武松啊，别跟我过不去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我已经瞎过一次眼，不能再瞎一次。你这么做的话，会失去如兰的。我就是不惜一切，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作恶多端而不受惩罚。哼，不作恶，我怎么能挣到钱？如果那秦客商不死，在生意场上我就要身败名裂。你早晚会落在我的手上。不见得。那就走着瞧。你试试吧。我不会放过你。先出去吧，有事再叫你。是。这不年不节的，叔叔买这么多酒菜，想必有事情要和哥哥嫂嫂说。是。莫不是叔叔要搬回家来住吧？二郎承蒙知县大人的信任，明日启程前往东京汴梁办差，今日特买些酒菜向哥哥嫂嫂辞行。叔叔，你这一去得多少日子啊？多则三两个月，少则四五十天。这么长时间呢？是。哥哥，你为人懦弱，我不在家的时候怕有人欺负你。你每日卖十笼炊饼，自明日起你只做五笼去卖，要迟出早归，在外面千万不要和人家喝酒，回来后要把门关上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千万不要和他争执，待我回来再和他理论。哥，如果依了我，便饮了这杯酒。兄弟说的极是，哥哥都依了你。嫂嫂是个精明的人，武松就不必多说了。当嫂嫂的愿意听叔叔多说，你尽管说来就是了。武松心直，那就直说了。你说吧，嫂嫂听着呢。我哥哥为人质朴，家里的事就全靠着嫂嫂了。常言道，表壮不如里壮，如果嫂嫂把家料理好，我哥哥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。叔叔尽管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哥哥费心的。街上的一些流氓泼皮正好寻那漂亮的女人挑逗，嫂嫂千万不要和他们来往。叔叔一日不回来，嫂嫂就一日不出家门。嫂嫂若是这样，武松更要敬嫂嫂了。嫂嫂，请喝了这杯酒。东京汴梁路途遥远，贼人出没，叔叔要格外小心呢。是。你嫂嫂说的极是，一路上要处处当心，早早的回来，哥在家等你。好，来，干。朱兄请。好，大官人请。西门大官人，今天叫我来不知有何贵干呢？朱兄莫急，先用茶。好，西门大官人，有话就直说吧。朱兄真是个痛快人啊。
西门大官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一点银两不成敬意，请诸兄收下。西门大官人，我无功不受禄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诸兄怎么能说是无功呢？我正好有件事情想请诸兄帮忙。请讲。武松这次押解差银，是不是诸兄一同前往？不错。如果武松丢掉了这批差银的话，他这个都头还做得成吗？大官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凭着诸兄的能耐，都头这个位置本不该是武松坐。我和知县的关系，诸兄也应该清楚。如果诸兄这次帮着他丢掉这批差银的话，那诸兄的事情就由我来安排。好，这银子我收下了。小姐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若是走了，大官人会急疯了的。小姐，你若是再不听劝，我可要去叫大官人了，让他来劝你。你要是还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，就闭上你的嘴。我说二位大哥啊，这趟差啊走得比较远，力气匀着点使啊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不错，没事没事，俺俩有的是力气。哎，不许叫武都头，是差官。哎，也不许叫差官。那就叫大哥。嘿嘿嘿，对，叫二哥。二哥，二哥。哎，如兰什么时候走的？他走了半天了。啊！你为什么不拦住他？他是小姐，我拦他，他不听。莹儿，哎，大官人，带着所有的人，把小姐给我找回来。是。大官人，全城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小姐的影子。大官人，小姐会不会出城了？备马。站住！西门大官人，有何贵干？我妹妹如兰在哪儿？如兰小姐，我不知道。你少装糊涂，整个阳谷城我都找遍了，她还能到哪儿去？我劝你还是把她交出来，咱们还是好兄弟。武松不敢高攀。这么说，武都头是不想把我妹妹交出来了。我根本没见过她，怎么交啊？哦，大官人，武都头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们除了阳谷城就再没有见过如兰小姐。大官人，我也可以作证。好，我就信你们一次。武都头，如果你见到我妹妹的话，请你转告她，叫她回去，我不希望她跟你交往。请阁下放心。好，告辞。驾驾驾。
了这个数。嗯，你少说了这个数。嘿，最多这个数。你敢打赌吗？赌多少？这个数。不许反悔，掉脑袋也不反悔。嗯，好。嘿，哎，吴德道，哎，把箱子放在这儿，你看合适吧？行，今天二哥请客，你们哥几个回去收拾收拾。啊，快点！谢谢吴德道，谢谢吴德道。不用谢我，谢谢朱平大哥就是了。这次我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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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够认识。吴二爷，那位兄弟呢？啊，在外面拴车呢。哦。哎，对了，当心点，把箱子看好。哎，放心吧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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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位客官，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来来来，这边请，来来来，坐坐，你看菜都备齐了，酒都放好了，坐，来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坐坐，吃菜吃菜啊。喝呀！说好了，今天只喝三碗酒，多一碗也不能喝。吴二哥，你是海量，喝十八碗酒还能打死猛虎，喝三碗怎么能够呢？好的好的，说话算数，说三碗就三碗。吴二哥，路途遥远，就多喝两碗吧。谁要是再劝我，当心这路上一口酒都喝不上。来，喝。好，来来来。来吴二哥，我敬你一杯，你不会不喝吧？是你。吴二哥，我跟你这几天，你就没发现我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你压差银啊。不准提压差银的事儿。你要是不赶我回去，我就不提差银。如来，不是我赶你走。好的好的。你哥来找过我，还是回去吧。我就不回去。来来来来，别客气别客气。你要是不回去，来干一杯。你哥会说我骗你出来的。你怕什么呀？是我自己乐意的。再说还有朱大哥、李大哥作证呢。啊，陆兰，我们大家都可以为你作证，但是你如果不回去的话，你哥会急坏的。还是回去吧。是啊，陆兰，你还是回去吧。你们谁再劝我回去，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如兰，我不是赶你，我劝你还是回去吧。我要是不听你的劝呢？我这是为你好啊。压柴的路途很远，好的好的，也很危险，万一有个好歹，我跟谁都没法交代啊。我要是就不回去呢？反正你不能跟着我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是的。我知道，因为你恨我哥哥，所以连我一起恨。吴松，我今天晚上就走，一个人走，要是让贼人抓了去才好呢，我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原谅你。回来。哎，人家大街马桥呢，看什么呢？我看武都头和如兰姑娘挺有意思的。哼，还挺有意思，哭的时候还在后头呢。来来来，喝酒，来喝，来喝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一个人走的。明天我就找人把你送回去。除了你送我，谁送我也不回去。我拿你可真没办法。这么说，让我跟着你了？不跟着怎么办？我就知道。我这么辛苦的跟着你好几天，你能赶我走吗？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还会赶你走的。不会的，今天我知道你舍不得赶我走。那不一定。进来吧，不用敲门。我们吃完饭没地方去，所以就回来了。没地方去就回房间。
我又没什么避人的事。那倒是，那倒是。啊，吴二哥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们早点歇着吧。好，回去之后把门窗关好，有什么事喊我啊。好，慢走啊，若兰小姐。哎，我走了，吴二哥。嗯，吴都头，你也真是的，人家如兰小姐多好的姑娘，你却和西门庆搞成这样，这是两码事。你们先睡吧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。啊，哪里走？别跑！嗯，我哥有贼人。那两个推车的人是怎么找来的？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贼人啊？我没问你知道不知道，我是问你他们两个是怎么找来的。是一个亲戚介绍的。亲戚？你亲戚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县衙前街卖布的老板。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？没有，我让他找两个可靠的人，谁知他找了两个贼人。算了，这事怪我。他俩搬箱子的时候，我就看他俩嘀嘀咕咕，就应该把他们撵走。吴都头，他们是有备而来，回去得找那个卖布的老板算账。大人，大人，饶命啊！大人，饶命啊！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大人呐！你们俩还敢回来？大人，我们该死，我们见钱眼开，我们不是人，见利忘义。把他们绑起来！哎呀，大人，饶了我们吧！我们全说了，我们全说了，全说。先放了他们。跪下！说吧，谁让你们干的？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他到底是谁？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是他，也是我。贪财之心人人有，是我，也是他。快说实话，快说！开始我们并没有歹心。真的，大人，我一路上我们真的没起歹心。后来我们看到大人警惕性这么高，就猜出这箱子里有银子，而且还不少。我们就打赌，他说是这个数，我说是这个数。我们打赌，打算晚上等大人睡着了，我们把箱子弄出来，数数里面有多少银子。后来我们一商议，既然弄出来，咱就不数了，这些钱咱俩一辈子都花不完，我们就把它拿走了。谁想到我们刚出大门就被大人给打昏了，我这才知道大人是个神人呢，我们做什么都逃不过大人的眼睛啊。谁把你们打昏的？除了大人还能有谁啊？我们醒来之后想一逃了之，可又一想，就是逃到天边也逃不过大人的眼睛啊。我们只有老老实实回来向大人请罪。你们说的可是实话？若有半句谎话，大人你拧下我们脑袋。大人，
就是不拧下我们的脑袋，我们也不敢说一句谎话。看来啊，另有贼人打咱们的主意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天亮打发他们走。大人，我们不走，我们给大人做牛做马。大人，留下我们吧，我们将功抵过。不走，我杀了你们。我们走，我们明天就走。我们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五二哥，我知道你心里在生我的气。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啊？我没跟着你的时候，你没遇上盗贼；我一跟上你，你就遇上了盗贼。你在心里肯定埋怨是我引来的。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好多天都不笑？我为什么要笑？不笑就是生气，还在心里骂我是丧门星。我真的没有。那你笑笑，就笑一声。嘿嘿嘿，行了吧？不行，你是在应付我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在心里生我的气。我说大小姐，我拿你真没办法，你说生气就生气吧。哼，你把实话都说出来了，明明嫌我是大小姐。哎呦，哎，怎么了啊？脚摸了个大水泡。二位大哥，把车停一下。哎，来，你上去，我推着你啊。二爷，我来吧。不用。又怎么了？我不做了，你推这些东西就够累的了。没事，我有的是力气。我脚不疼啊，我不做了。怎么了啊？你怎么好这么快啊？啊？其实啊，我刚才不是脚疼，是心疼。你推我，什么都好。官人，刚才奴家一时失手，官人休怪。不妨事，刚才倒是小人冒失，冲撞了娘子。娘子休要见怪啊。官人太客气了，明明是奴家的竹竿打了官人，怎能是官人冲撞了奴家呢？刚才小人正要痛骂那个扔竹竿的人，见是娘子没有骂出口来，虽然没有骂出口，有这个想法也算是冲撞了娘子。官人一定是有教养的人，没有骂出口还要责备自己。小人不敢称有教养，只是面对如此美貌的娘子，小人骂不出口啊。官人请便，奴家要回了。
官人真是稀客呀，那阵云把大官人带来了，屋里喝茶，干娘我刚进的头茬毛巾正是给你预备的。大官人，有年把没来此时接了吧？啊，生意忙啊。哎呀，是啊，大官人那个老宅子都长了草了，你也不过来瞧瞧。王干娘，对面那个女人是谁家的老小？就是刚才竹竿掉下来，正巧打在你头上的那家。嗯，刚才你都看到了。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，我若不是刚巧看到，怎知你问的是谁呀？他是谁啊？他呀，阎王爷的妹子，武道将军的女儿。我跟你说的是正事儿，不要取笑我。哎呀，大官人，你应该是认得的，他的男人就是每日在县街前挑担子卖熟食的那个人。莫非是花胳膊陆小乙的女人？哎呦，若是陆小乙，不正是一对儿吗？不是，他男人就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。什么？就是那个人称三寸丁骨树皮的武大郎？哎，正是他。一块肥羊肉，这怎么就落到狗嘴里面了呢？自古道，骏马驮着痴汉走，美女常伴着夫眠嘛。人家月下老人就是这么配对的。嗯，话是这么说呀、啊，只是可惜了那个娘子啊。大官人，你别看武大不怎么样，他的兄弟武松。那可是惹不起的人物啊。难道武松的事你没听说过？听到一点只言片语，可不知是真是假啊。如果有假，我把那狮子楼送给你。哎呀，大官人，你的茶钱已经付过了呀。这个是预付的茶钱，多进一些好茶叶，今后我会常来。哎呀，大官人，干娘我可是天天盼着你能来呀。大官人走好啊。大官人，我今天给大官人找了一个唱小曲的，那小模样好看极了，这花肯定甜，大官人是不是现在就给你？算了吧，我累了。官人太客气了，明明是奴家的竹竿打了官人，怎能是官人冲撞了奴家呢？官人一定是有教养的人，没有骂出口，还要责备自己。官人请便，奴家要回了。
瓜哥，我们的银子不见了。嗯，我没偷。这位大官人可是阳谷的大财主，连知县大人都要敬他几分。他叫西门庆。吴大哥，吴大哥，我二哥出事了。出啥事了？吴二哥，要是找不到差役，你也别着急。好，上路吧。我饶不了你。